没想到白雪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贝尔老是欺负她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贝尔嫁出去。贝尔你快来呀。母后我来了，你喊我干什么呀？快看呀，这里有几位王子，今天我要把你嫁出去，先把你的眼睛给蒙上，然后我再用卡片把这些王子全都给挡起来，你选中谁你就要嫁给谁。啊，母后这怎么行呢？我只喜欢白毛王子呀。少废话，我把你的眼罩拿下来，你快点选吧。我一定不能选错，我还是求助小朋友吧。小朋友，如果白毛王子在这里，你们就发笑脸告诉我，如果在这里就发哭脸告诉我，如果在这里就发小能量告诉我。小朋友，我是白毛王子，我可不喜欢贝尔呀，我只喜欢白雪，你们不要给我发笑脸，快点发送这里的小能量，让贝尔选中怪兽王子吧。哈哈，我怪兽王子最喜欢刁蛮任性的贝尔了。小朋友，你们快点帮帮我点起这里的小能量，赶紧让贝尔选中我。对，贝尔太坏了，老是欺负白雪。小朋友，你们一定要发送这里的小能量，赶紧让贝尔选中这个怪兽王子吧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小朋友都发来这里的小能量呀？哈哈，我知道了，白毛王子在这里。啊，这下完了，怎么是怪兽？